来了来了，本广又来看展览厅了。这次是在首班这儿的公寓。首班是一个去哪里都方便的地方，很多人以为很贵，是的，确实贵，方便的地方都是比较贵的。你看这个展览厅光鲜亮丽，我每次都漂漂亮亮的来，漂漂亮亮的回去。整个城市有88英亩这样大，最重要的还是永久地契。你看中间的湖畔，好像我心目中的明月照亮着你。这是一个宠物友好城市，吃饱没事做，你可以让你的宠物带你来湖畔跑步，你一追它一跑的，好不热闹。这就是你家门前的湖畔了，你说是不是很漂亮？我不允许你说不漂亮，因为我在卖这个屋子。这个公寓有超过40个设施让你去玩，有泳池，有草地，有天空，有湖畔，你说是不是很开心？这样 Let me see see， 我们来看两房两厕的单位。熟悉 So Bang 的都知道住在这边大大的就是开心，客厅就是大大，屋顶就是高高，在家里啥也不干也开心到不得了。 So Bang 的屋子就是大，这个就是厨房了。现在买屋子我直接送你整个厨房橱柜，还包括电磁炉，是不是很开心？你说送你的橱柜让你最少省下3万块钱，那真的是太好了，太漂亮了，太厉害了。省下3万块钱可以去泰国吃很多的芒果饭，在吉隆坡可以吃很多的麻辣火锅了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后面这个就是洗衣房了，你也可以做成室厨房。屋子是你的，你是屋子的，你喜欢干啥就干啥。 Let me see see 这独特的房间，你可以做成第三房间，也可以当书房或者储藏室，空间非常大，绝对放得下一个 queen size 的大床或者100包的卫生纸。这是你屋子的第二房，空间感十足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好像我一样。这是你家的厕所，有马桶，有花洒，这就是标准的厕所，就这样而已。最后就是主人房了，没什么好介绍的，买房找我就对了，至少过程中你会兴奋无比，拿钥匙时会幸福无比。看完厕所之后，我们就要 say bye bye 了， say bye bye。